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和新加坡艺术家胡财和一起在这里来聊天，来聊一聊他的艺术创作。那么财和的艺术创作范围其实是非常的多元的，除了今天我们会重点聊到的水墨艺术之外呢，他的艺术创作其实还包括了像陶艺啊、篆刻啊、书法啦、多媒介的艺术啦，然后还有版画等等。那么他对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媒介，他其实我觉得他都玩得很多，而且也玩得很透，也想方设法将他们融会贯通。所以我们想来了解一下，就是财和的艺术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探索是怎么开始的呢？你对这个美的发现是怎么开始的？因为我知道说你是在一个新加坡西部的一个村镇长大的。哎，对，我是在旧玉朗路边的一个小村庄吧。当时周边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务农的，那基本上说到艺术，我相信从来没有人谈过这些东西。不过对一些事物，比方说一些小石头啊、一些树木啊，天生就会喜爱，说觉得它很好看，也不知道这个叫做是美。但是我相信在生命里面天生我们都有这个需要，那么在从小嘛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对周边的环境都比较敏感。比方说当时在发展的这个新加坡的一些新的住屋区，比方说可以看到这张素描左边这张嘛，这是在我17岁的时候画的。那么当时这个是在应该是在玉朗东那区，他们把这个小丘陵铲平了，那么他们必须留一些土堆来测量高度，那这个土堆上面有些还有一些电灯杆，那有些我没画到，就是他们必须保留某一些土堆。那么我就觉得这些土堆本身就很漂亮了，所以当时就很自然的就会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他可以看到几个月的风化，因为那些表面的植被被这些风雨侵蚀以后，它自然产生一些壕沟啊之类的东西。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美啊，它就是一种肌理，在大地上的一种肌理。这对我后来的创作其实有很大的一些怎么说呢，影响吧，一些启发。但是从就是你观察你的周围，然后觉得说，哎，这个石头很漂亮，什么？然后到真正拿起一支笔去画，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样是怎么什么东西让你就是觉得说，哎，不只是看到觉得美，然后我还要去用我的方式去表现它的美，这个过程又是怎样的？当时我们能接触的基本上除了连环图，那就是挂在墙上的月历吧。那月历上面有一些。以前也不知道叫做中国画，那比方说齐白石的画啦，一些陈石法的画，但是就会烙印在脑海里，就是哎，那是一种美。那么是怎么做出来的？其实当时也不知道。那么其实是到了中学中一，也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谢俊平老师，那他就哎看我好像很喜欢画画，那么就鼓励我画画嘛。那也叫我去联络所学画，那就才开始拿铅笔。那么一开始画就迷上了，就几乎天天都在画，天天都在画素描。所以我从14岁画到18岁嘛，当时平均是我每一两个月会画一本速写簿。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些，也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基础训练，就是喜欢画，天天都要画。所以画什么样的素材呢？基本上是周边的树木画的最多，接下来嘛就是周边的这些环境啊、自然景观啊，那也画一些静物啊，那是当作一个练习吧。静物后来有去学画嘛，跟着林江琪老师学一些基础素描，在进美专之前。那后来进了美专，当然这些素描是一个基本功嘛，一定要练的。但是。当时并不是很清楚什么叫中国画，什么叫西洋画，只知道画画是我要的，那就喜欢画，就这么简单。那怎么会进去美专的西洋画系呢？
当时的美专其实没中国画系，那只有一个西洋画系。嗯、然后是进去以后才知道，哎，有画水墨的，是属于选修的，就是一个星期才上一天的课。当时是释向陀老师嘛，嗯，所以在那边打了一点水墨的基础。还有陈世纪老师也是有教，嗯，但是就是在选择进入美专，因为你是一个村镇的小朋友，嗯，然后你的父母，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要求，然后选择这个就是学美术，应该是一个相当就是超脱的一种选择吧。其实当时挺叛逆的，其实我去报名去美专报名，没有给我父母知道，哦，嗯。是有一个学长，他是画画的，那么，他已经在美专找我两年吧。那么他说我带你去报名吧，这么喜欢画，那么我就跟着他去报名了。报名回去以后才跟我父亲说，当时我父亲其实他也不知道美专是什么东西啊。你自己知道吗？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去画画嘛。然后okay. 我觉得当时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喜欢画，没有第二个其他的想法。嗯，因为那几年其实我就天天在画了。那父母已经看我报名了，也没有说特别反对，但是说就要我自己负责咯，要自己负责啊，就是生活费啊、学费啊，也要自己想办法。不过他会还是嘴巴讲啦，他还是资助了。我就是那几年的生活费了，嗯，只是到了第三年，那么确实也想要自己能够自立嘛，就跟朋友联合搞了一个，帮同学做镜框的，赚一点外快，那么用最少的开销，就是带面包去学校吃，很少在外面吃，就是。所以那当时在美专学习的一个状态是怎样的？学习那个西洋画系，然后是在那里你有机会接触到就是中国，水墨或者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这一方面吗？是。当时其实大部分的课程都是偏向于西方的课程，就是这个木炭素描啊、油画啊，有水彩，然后有雕塑也有，那。水墨是选修嘛，水墨一个星期只有一天，基本上也没篆刻，篆刻就是说同学喜欢，然后自己去摸索，然后给老师看，那老师会提一些意见，基本上只是这样。所以当时我对水墨其实是懵懵懂懂，我不知道是什么，只是很喜欢这个媒介，我觉得它有一种说不出的一个魅力，对我来说可能它是一种很直接的表现形式，不像说油画我必须是连续画四天一张画，就是每天可以修改可以重叠，那水墨不可以啊，我就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完成啊，那画的不行那再画一张啊，那种创作的手法是不一样的。你是怎么跟水墨结缘的呢？什么时候你真的拿起一支毛笔在宣纸上或者是在一张纸上，然后有这个画水墨的这种感觉？最早就是上水墨班的时候，但是那时候的感觉并没有说很强烈，就是觉得这个好玩的另外一种形式，但是应该是到后来因为毕业以后嘛，就承接了很多这个艺术项目，然后这个艺术项目里面有些就有这个要求，说我要走东方的一些感觉的，就想到可以用水墨来表现。那么那时候应该是开始正式说怎么在这个宣纸上制造效果，制造我要的效果，但是又不是很传统的，因为那个是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所以那个是挺好的一个经历了。所以其实挺有趣的，就是说你进入水墨的那个那一扇门，其实是从一个比较商业的一条路上，然后你就发现了，哎，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我可以用它去做一些实验一些尝试。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那同时当然这也是一种
机缘嘛，就是我有在这个萧涛书画会开始有一些活动，那么从那边嘛就学到了很多一些水墨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所以那是陈建波老师跟曾吉策老师他们。是是。OK。那时候我还不是会员。哦。我只是一个小跟班，就是他们展览我会去帮忙，然后会跟他们一起谈天啊，有时会跟他们去写生，也看着他们怎么合作画画。从那里就开始有一些怎么讲呢？对水墨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概念，比较具体的。但是怎么说具体的概念呢？就是说，传统的水墨是怎么一回事 ？OK。怎么用笔墨？怎么写字？怎么题字？怎么盖印？印章的位置在这个画面里面的重要性，这些基本知识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传统的水墨画，是这么一个样子。但是我并不满足于那样，基本上因为基本上可能是天生有叛逆的因子吧，所以我不大想画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会自己回家自己摸索，自己去尝试。那么跌跌撞撞，其实也用了好多年，都没画出什么样子。那有时会很气馁，就会想，那我画当时的西洋画，我已经画的是相当的熟练，那么各种技术我也玩的相当透彻。那水墨对我其实挺有挑战的。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时代了，因为就是那是。因为你离开美专的时候是1980年代，然后你就是在进入社会就是1980、1990年代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新加坡其实，整个环境它是开始走向就是比较英语化的一个环境，然后水墨它其实就是一个，也等于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一种艺术，可以这样讲，然后不只是那样，就是整个的这个。新加坡也是被当时也是被大家叫做是一个文化的沙漠，所以其实你在做的事情，它一方面是，就是它就是很边缘，就觉得它首先它是文化沙漠里面的一个，你从一个小绿洲，就是南洋美专走出来，然后你又在探索一个艺术是也是属于比较边缘的，所以当时的一个环境是怎样的呢？其实当时我基本上根本没什么机会去考虑什么叫做文化沙漠。首先嘛，当时我很早就成家了，所以生活的需要是优先考量的。那么文化沙漠是不是沙漠，对我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去想这个问题。我主要想的是怎么样，我并没有其他的一技之长，那只会画画。怎么样靠这支画笔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么其实当时也挺幸运的，就是参加了几个大型的一些联展，那么就有画廊找上门了，就说希望可以代理我的画。那我实验呢，也画一些给他们，也确实可以稍微维持一点家计。那后来就有一些美术顾问公司找上我，就说要承接一些大型项目。看我有没有把握，因为一个项目可能是超过100张画，那就开始就试试看嘛。那时候年轻，那么一方面真的很需要生活费，就做了，就这么做了，一做就做了10几20年了。那个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对我来说，因为每一个承接的项目都不一样，它有不同的要求，比方说。他要的是一种地中海式的，或者是一种热带的，是一种，或者甚至他整个 team 都是一个要巴黎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氛围的东西，所以我必须尝试各种各样的技法，那给我很好的机会就是去实验各种各样的媒介，那跟我的这个性格是很能配合的，我本身就很爱玩这些东西。媒介的东西，那就是后来的水墨也加进去了嘛，就玩了很多宣纸的，那有些就一些混合媒介玩了很多啊，
那慢慢也接触到陶瓷啊，所以这些就给我了很开拓了视野，就是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我可以用，我可以利用，而不只是说在一个画面，就是用油画或者是一种水彩之类的。但是你从就是像你进入美专，然后你再从美专出来，其实你有没有想说我要成为一名就是画家，或者成为一名艺术家，而不是就是去做就是比较商业方面的这些工作？就是当时会不会有一点气馁，说为什么我不能就是跟着我自己想要做的来做这些事情？这是很好的问题。其实曾经有过这个挣扎的，曾经有过这个挣扎。即使是说为了生活我必须去做这些，开始我还是不能全然的接受。那么有一次在跟一位画坛前辈在聊起，也聊起我这个困扰。那么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他说你能够把苹果画得很好，那对方需要一粒苹果，就要你画一粒苹果，为什么你不画给他？你能画，为什么你不画给他？你到底在制作什么？我一下子我就突然间就好像开悟了吧，就觉得对呀，我到底在制作什么？因为技术我有，我能画，我也能画得不错，为什么我不画？我到底为什么需要烦恼？他就是要苹果嘛，我就画苹果给他嘛。那所以当然后面的推动力就是我需要生活，我需要维持一家的生活，那我就很坦然的去全心投入在这个艺术惩戒的项目。所以那时候其实做的还做得挺好的，十几年嘛，就是没有间断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就是到了2000年嘛，大概。因为在80年代到90年代新加坡刚好是一个都在开始建设的时候，有很多新的酒店啊，新的一些大厦啊，包括银行啊这些，所以当时有很多的项目需要做，曾经就接应不暇了，就是当时我的口碑还不错，基本上可以完全应付外国这些艺术家能够承接的项目，我都能承接。所以当时我的项目不止在新加坡，我的项目做到香港、日本、那印尼、印度尼西亚，那么甚至到后来的缅甸、柬埔寨，我都有项目在那边。所以当时是我可以这么一直走下去，就是说我不必再有那个困扰，说我要创作自己什么东西，我都能画，因为我就很喜欢画，那么这个市场给我很多机会去画，你要画什么东西，你要去尝试什么，到后来嘛，这个 designer 基本上是说你想画什么都可以，就是说他们对我已经绝对的信任。其实到那时候我基本上我可以不必考虑，我生活也没问题了。那么但是就有了画廊找我说我要替你搞个展，我替你搞个展。我曾经在想我要不要回到，那是在1996年吧，1996-1997年。那时候我的惩戒项目已经做到十几年了，就是很顺了。那么他为什么？因为我参加过一些画展，是画我自己的东西的，就是不是惩戒项目的。联展。一些联展。那么那这些东西挺适合的，为什么你不自己再发挥？那就其实这个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困扰，我曾经 我就为了这个，我曾经跟我的当时的老板，就是这个顾问公司的这个老板说，我应不应该去搞个展，因为我现在做得很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反过来变成一个困扰了。对，变成另外一个困扰。我需要去创作我所谓自己的东西。对。那么他说呀，为什么你不，也是一种怎么讲，一种挑战吗？你为什么不试试看？你就试试看嘛。
那我就答应这个画廊，那么就搞了我的平生第一个个展。嗯，那是1998年，我当时已经38岁了。嗯，那么那个展览竟然非常成功，竟然非常成功。展出了些什么？展出的是一些混合媒介。Okay. 那我就展出了宣纸，有一套宣纸。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火种的系列。OK。OK。这个其实就是我最早的水墨系列。嗯。当时因为我做了十几年的这个 project， 画了很多，画到有一点腻了，真的画到腻了。什么都尝试过了，都尝试过，能玩的都玩了。是是，确实。然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因为我承接了这么多的项目，一年有时会有7、8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是不一样的主题，所以我的头脑里面在打架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所以我极度的需要一种冷静的一个时期，我需要一个画面很干净的，就是能够使我真正冷静下来。那当时也接触了一些禅宗的思想，那么也接触到一些日本的一些现代书法的那些，我就觉得很欣赏那样的东西，很干净很简单。那就尝试用水墨，就这一张这个火种。火种当时看了一部黑白电影嘛，就是在讲以前的原始人，其实为了一个他们的这个火的火种，他们必须翻山越岭去找这个火，那么要怎么保护它，他们就用那个树枝做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东西，把火再放在中间，那么提回他们的部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就想用这个水墨来表现这样的一样东西。我们下一张也可以看到这个，像这个无果图嘛，其实源自这个木犀，这个禅画里面木犀的六果图嘛，他画了六粒，我就画了五粒水果嘛，那么就想用一些笔法很简单的，其实当时就是要找一些很干净很简单的一个画面，而不是说像承接那些项目做的很好看，那么很精彩，但是那个都只是表面的。开始这个时候我开始进入一些内心的思想思维，就是说到底画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到底想要画什么东西。那是一个挑战吗？就是从你刚才说做项目开始是要应付每个人的不同的要求，然后变成说已经很融会贯通大家的要求，然后自己也知道应该怎么是应付了，然后变成说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然后要去面对自己要怎么去创作，然后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跨越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是辛苦的吗？是很困扰的，就是自己到底要画什么，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所以因为我从小接触这些道家的一些思想啊，甚至我是在这个庙宇旁边长大的，那到后来甚至我的家的前身是一位出家师父的精舍，所以基本上我跟佛跟道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从那边我就去找这个怎么讲呢，支撑点嘛，到底我要的是什么，生命是什么，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那道家的空，或者是道家的无，或者是这个佛家的空，到底他在讲的是什么东西？那这个禅画他能够打动我，因为他为什么这么简单能够吸引我，这个东西跟这个现代书法 就那几笔嘛，其实都字也不成字，但是我就这么喜欢，为什么？所以当时心里有很多的为什么在思考。所以你做项目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了，对吗？对，有兴趣，但是没有正式进入到那个状态，就是自己搞了个展以后，第一个个展过后因为当时我展了两大类别，一类是属于比较混合媒介的，那一类就是这个宣纸的。
其实两类在当时都顶受欢迎，啊，这才问题大了，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发展？但是最后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就是去找一些自己能够平静的。所以当时我对禅的理解基本上是以这个画面来说，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但是它又不是很具象的，它就是一种象征式的东西，一些笔触，那么一些简单的色彩，当时的理解了。那到后来我对禅的理解是有不一样的思考了，就是发展到后来的水墨。那我们可以看下去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已经到了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其实那一段是挺痛苦的一个阶段，就是说到底要画什么。虽然说画廊还继续帮我办展览这些，当时你已经不再做项目了，我已经很少承接项目了，身体也应付不了了，就是基本上这十年是休养期吧，身体的休养期。那么也是在重新思考要画些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就讲到沙漠，所谓的文化沙漠，我倒没有那样的感觉，我没有那么深的，或者我没有读太多书，我没有对这个文化这个词有太大的一些感触。但是对沙漠我有感触，就是感觉到四面都是空荡荡的，我应该是怎么走下去。所以就想到仙人掌。你说空荡荡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你什么依靠？你就是当时对生命的理解也好，对画面的理解也好，都还不着边际，不着边际。想要抓到一些东西，但是抓不到，有点像在迷雾里面一样。对，就是有整十年是这样的时间。那画廊继续要那些混合媒介的东西，因为他们还有一定的市场。那么黑白的市场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我喜欢黑白，我喜欢简单的，那么基本上没什么画展，没有什么画廊愿意搞这样的一个展览。为什么你对黑白那么着迷呢？应该就是喜欢一些比较简单比较单纯的东西吧。不，已经过了那些承接项目的阶段，那个纷纷扰扰各种各样世界各地的颜色都在我的头脑里面，其实那是很困扰的。所以 我就要回到最简单的黑跟白，因为那一直以来就是内心最需要的。就是我早期画素描，我很喜欢那个铅笔素描那种感觉，所以 就想到了这个仙人掌嘛，就在沙漠里面长了最好的植物，所以我就画了一个系列的仙人掌。那么当时我又不愿意说用传统的这个毛笔来画，那么我就想到说，中国水墨的历史里面有纸画嘛，就是用手指来画。但是手指来画的问题就是手指沾墨就没办法沾得太多，所以我就想到说，可以不可以改良这个方法。所以 我就试试看。当时我在做陶瓷，所以我们有用一种叫 slip trailer， 就是泥浆的这个挤压器，它同时可以吸泥浆，同时可以挤泥浆出来。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这个可以试试看。那我试了觉得确实可以画很大的一个篇幅。那刚好嘛，那一年这个滨海艺术中心就想找我做一些，跟几个朋友搞一个叫墨的一个展览。那么当时这个展览挺有挑战性的，把我们关在那边六天，就是现场画的六天后展览。那么那个空间很大，我想我要怎么画，要画这么大的东西，我想这个 slip trailer 可能可以试试看。所以就在现场，比方说这张的高度就接近4米，这个 3.6 米高。这个其实是整片墙的，这个只是前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就六天，其实我只用了3天我就画完那片墙了。那接下来我只是把它重新的装置布置而已。所以那个就给了我一点信心，说这个水墨可以这么再玩下去。因为它不只是说用毛笔才能够表达那个，
那样的一个画面。嗯、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技术去完成。嗯。所以这个用 sculpture 我大概也做了3-4年，也做了两个展，就是、嗯、就是画仙人掌，然后还有画这些是新加坡这些大树旁边的一些寄生植物。我觉得这个是很少人去注意的，这个一些小的怎么讲呢，小的应该是怎么解释，小的生命也、yeah, 算是吧、嗯、但是他们是很顽强的，他只要能附着他就能长、嗯、这个其实我挺欣赏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okay. 所以其实我画了好多关于这个，到了甚至到了去年应该还有一张是呀、yeah,去年我还画了这一张，这张其实那个树已经枯了、嗯、但是上面的寄生植物还长得很好。嗯，这个是我在五级芝麻山的一个就是在一次去走五级芝麻山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景、嗯、确实那上面这个其实就是像野草，其实它不是，它是一种蕨类植物吧。嗯，是。所以那个时候你刚才说画廊找你做一些展览的时候、嗯，其实他们也很喜欢你的其他的那些混合媒介的作品。对，因为那个确实。嗯，但是你自己却就是对水墨是情有独钟的。对。是因为它的颜色吗？还是还有别的原因？水墨给我的一个怎么讲？应该说我之所以喜爱水墨这个东西，因为它不给我第二次机会，就是水墨我画。我就是一次过，没有什么机会去修改，就是我必须全身心的投入。我很享受这个投入的过程，画的过程，就是我就是我画画基本上这些年都不起稿，就是完全凭着感觉。当第一笔下去的时候，才去想第二笔应该怎么来。通常。做了一小部分，大概就知道整个画面已经在头脑能够形成，所以我喜欢那样的感觉。可能这种是一种，有朋友跟我说这个是赌徒心态嘛，你买大还是开大还是开小这样子，但是我喜欢这个感觉，因为他很享受，我也不知道下来他会怎么样，他会跟着我的这个心力走吗？还是它会有自己要发展的？所以其实就是跟画面的一种对话，这个对话必须是很当下的，其实是很刺激的那个过程。我喜欢这个过程，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好像跟天地对话，还有跟你自己，你不知道的你自己在对话，在探索的一个过程嘛。这个探索基本上这个。可以说我受佛家的影响比较多，佛家讲的是向内求，他们认为说我们自己里面的世界是比外面的世界还大，里面是一个真正的宝藏，怎么去挖掘这个宝藏？所以我觉得水墨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去挖掘，而其他的混合媒介有太多我可以修改的机会，我觉得那样已经失去了当下的意义。所以通常我会放空自己，我画画的时候我是放空自己的，然后就是在这个画面里面继续 进入的时候，完全的一种对话，就是应该深一点浅一点，或者这边应该多一个东西少一个东西，那么有时是画到整张都是一个很黑暗的，其实我觉得是我潜意识里面的一个心态。其实我曾经有2-3年画的都很灰暗，甚至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这个是很哪个时候悲哀的一个景，其实就在前几年吧，前几年的应该是2016-2017-2018年的时候，生活一直都有其他的磨难、啊、不只是说经济状况，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人际关系啊各方面，所以它还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画面能够给我一个很好的抒发跟解脱的一个
机会。那我这样的，我觉得我可以把我内在比较深的一些阴暗面也好，或者是一些潜意识的东西，它会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我比较注重一个画面必须是流出来的，而不是画出来的，不是没有经过任何外力，它必须能够成型，那就必须是流出来的。那怎么样使这个状态能够处在一种最佳的一个时候，那就必须在各方面，在灵性的一些思维方面呢、啊，一些我也做一些打坐啦，或者是说气功啊之类，它确实可以，怎么说，了解不只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世间的东西，灵性的东西是我在追求的。我觉得水墨可以给我找到这个东西。所以你在画一幅画之前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呢？画一幅画之前要有一个冲动就是我想画OK， 就是我想画。尤其这几年我特别在乎这一点。可能在以前做项目的时候，有太多是别人要我做什么我得做，那现在我要全然的控制，就是我想做的，这是我想做的，我今天想画什么我就画什么，就是第一笔下去，甚至我不知道今天画什么，但是我今天想画，想画的时候，当第一笔下去，通常他会带我走，他会带我走。今天要画树，或者画山，或者画石头，他会成型，那个过程很美妙，我觉得很美妙。当做出来，哎，对，就是我要的，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一种满足。这个我觉得创作的状态应该是这样，应该是完全跟着自己的心来走。这样的一个冲动是需要去培养的吗？还是说需要去培养？不能太刻意去培养，我觉得可能今天在吃早餐的时候就想，哎，等一下我要画一些什么东西，这样那个感觉会出现。那吃完早餐我就可以画了。我知道你画画是在你的家的一个顶楼，对吗？在我的家的阁楼，在你家的阁楼，然后是一个很，你是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下画画吗？因为你的纸是铺在地上的，对，是很安静的吗？你会听什么？没有，我没有听音乐的习惯。因为我那边有很多周边的很多这些鸟叫啊，这些有时候车声也有啊，人声也有，但是都是自然的。我不会刻意去用音乐来帮我进入状态。基本上我进入状态是很单纯的，但是我必须要有那个环境，环境是我要求的，就是地面上，或者是说我的纸是准备好了，我不希望说我要画的时候才去找颜色还是找墨，所以这些东西我会提早都有准备的。那么那些纸也经过处理了。那个就讲到以前我在美专的时候看过一本书，然后那个是个美国画家，那么他画粉画有一间房间，他画水彩在另外一间房间，那么他画油画又有另外一个大房间，很幸福。当时我们觉得，这怎么可能这么幸福？很幸福，对啊。但是我的潜意识就想，我要这样一个家，我要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基本上我后来的这个家就沿着这样的一个思维发展。所以我现在我的家，我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做版画的，我有我的陶瓷工作室，那我有我自己阁楼上面我的自己画水墨画的画室。那我有我篆刻的桌子，我写书法的桌子，所以我基本上我接近那样的状态，没有那么幸福，不过也不赖了，我觉得已经很棒了。我去过，非常好的一个空间环境。但是我环境我需要，就是必备的材料，我从来不吝啬于买纸啊，收藏纸啊，收藏颜料啊。尤其在80年代，新加坡这一些物质还是很缺乏的，
所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收藏。所以我很多纸是80年代买到现在的，那很多一些颜料、一些色粉，这些纯净的，就是真的好的 quality 的，我都收了几十年，所以我随时都能用。基本上，你不需要再让我去买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够用很多年。我们刚才这样聊，就觉得说，你选择了水墨，然后，但是我也可以听到您刚才说，你觉得说，水墨不只是就是用笔、用纸，就是然后墨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觉得它还有可能，或许有更新的可能，或者是其他的一种表现的形式。所以你是怎么看这个水墨的当代性呢？因为有一些，对不起，因为有一些策展人会觉得说，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如果水墨离开墨跟纸跟笔，就是不叫水墨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有用泥浆挤压器啊，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或者甚至是不用笔来作画。对，你这个问题可能对我来说太学术了一点。太学术了。基本上啊，当然这个很多人就在争议的，什么是水墨还是墨水？比方说，我用的水墨，我用的这个墨是我自己调制的。我回到原点，就是什么是墨？墨是怎么做出来的？比方说中国的墨汁嘛，就是用要收集这些碳粉啊，这些再加一些明胶去研磨，然后制成墨棒或者是墨汁。那西方的嘛，就是用一些牛骨粉啊，一些黑铁粉之类的，再加上了这个凝固剂，它基本上也成为一种墨。所以我觉得我本身我不是在搞学术研究的，我不会去探讨什么是水墨，我只认为说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是我想做的，能够带出我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做我的水墨，所以我就不会说要求水墨一定是用毛笔来画，或者是一定是画在宣纸，不一定啊。那它背后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水墨应该背后支撑的是东方美学的一些精神，比方说日本的 wabi-sabi，或者是说一些我们东方或者中国说的道法自然，这些东西其实是在后面支撑所谓的水墨精神的东西。那水墨其实很多时候是很难画得完美的，其实它很接近于日本的这个侘寂，就是 wabi-sabi 的这个思维嘛，自然就好了，自然就是，就不一定是说要做得很完美。只要你的那个意识，我们的所谓的笔到，意到笔不到的那种境界，都在追求这一方面的东西，而不是说一定是要做怎么样的一种描绘。日本的这个 wabi-sabi 它也是一种倾向于，天人合一的一种做法，比方他们捏的茶碗啊之类的，烧裂了，只要能用，那也是一种美。就是那种美是一种灵性的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而不只是一个很实际要做的很完美的东西给你。这个我觉得比较接近我认同的一种水墨的一个精神，它应该是这么自然的，所以它以怎么样的方式呈现，对我都不会是问题。它可以做成一种视频式的，或者是一种装置艺术，只要它这样的一种精神能够传达一种美学的一个理念能够成立，我觉得都可以。我本身不会觉得说一定是要有笔墨功夫才能完成所谓的水墨，我不觉得是怎么样子。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人，他只要
他的整个创作的那个根源，他是源自于他对这个媒介或者是对这个水墨的一种思考和探索，你就觉得说它可以算是一种水墨艺术的一种类别，或者是一种要界定水墨吗？其实我觉得很难去界定，不需要界定。所以就是搞创作的人要听自己心里面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像这几年我注重就是说，这个过程我是不是真的享受了？就像以前小孩子的时候这么爱画画，我现在还这么爱画吗？我会说画水墨，我还真的这么爱画，而不是说别人叫我画，或者我一定要画，为了展览什么我一定要这么画，而不是我真的爱画，我真的就是要画。那画的过程中当然有不满足的，就这张还不理想，我下一张应该怎么做得更好。这种自我的追求，自我的追求可以使这个画面的一个层次各方面会再提升。我觉得这才是我在做的东西。其实比较学术的这些想法我是不会，我是完全不太理解，尤其当代艺术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理论根据，那些我都看不懂。okay. 但是我能够秉着我的真心去欣赏，不管是装置或者是表演艺术，我想大家都在努力做他认为好的、对的那一面。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探索好吗？好，就是在这方面的。这个就是在2014-15年的时候，我就找到这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版画的一个技术。再加了一些笔，加上面可以看到我还用 slip trailer 做的一些像草一样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这个技术很有的发挥，所以过后嘛就做了后来的这些。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些其实就受了这个中国这个雅石文化的一个影响嘛，比方说这些太湖石啊，为什么我们东方人这么喜欢这些烂石头啊？就是越烂越破的越美，那就是因为它的，比方说太湖石的审美标准叫做皱透瘦漏嘛，它必须是皱的，又必须是瘦的，又要能够破的又透的，那就是说有一些漏洞给风吹过这种感觉。那后来我再读一些这些学术性的一些解释嘛，其实这个就是中国人崇拜丑的，而不是崇拜美。其实在中国很早以前我们就不再追求完美的东西，其实真正我们的精神追求的不是完美，而是自然，而这个雅石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一个呈现。这个我就做了一个系列。那再接下来就看这张清晨六点半，我每次喜欢谈的就是为什么一天我跟我太太就清晨大概这个时间走进了我家后面这个五级芝麻这个保护区。那么看到那一天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一树的猴子，就是那边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有很多猴子，大猴子小猴子，他们抱着树干在睡觉，他们还没睡醒。所以那种自然的那种美感跟一种惊艳的感觉，就哇，是很幸福的那个时候。那再走进去看到那个阳光开始照进来，照在那些石头上面，我觉得当下的那一刻是非常美的。那个阳光照进来一点，刚好一点一丝一条那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透过那些树叶，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当下就觉得这个自然真的这么美好，就开始想画周边的。这个是我家后面的嘛，那再接下来就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就是我到马来西亚的这个耶克洞。耶克洞是一个大的一个天然洞穴，那已经开放给旅客。那么那个主办单位他们就担心说里面的空气不流通，那么就会在一些角落放一些大风扇。那么走进去，
突然间后面 有风吹过来，所以就有了这个想法，就想到我们这个成语嘛，空穴来风，那个感觉就真的是空穴来风，就是一个空荡荡的一个大洞穴里面突然间有风吹过来，这个所以就画了这一张，就是开始这那一两年就是周边的一些景物给我很多这个概念，但是我并没有去写生，就是完全凭自己过后的一个印象来画。所以这种其实就是好像它虽然是中国水墨，但是它跟一个新加坡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你用它这样的一个媒介去表现，其实就是新加坡的景观，还有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景观。Yeah, 是周边的，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景观。东南亚的一些景观。所以不一定是说，我认为水墨不一定是说要画名山大川啊，它其实就是水墨的原本的一些开始，就是画一些他看到的一些景物啊，他想记录他认为美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做的东西，不一定是说一定就是要画华山啊，或者是哪一座名山啊这些东西。我们下一张也是，这张叫虚空之桥。虚空之桥也在耶克洞里面，耶克洞里面为了方便这些旅客走，他会在上面搭一些木桥。那这些木桥我想原本是没有的东西，所以那个是属于虚空之桥。就联想到，当然这些有一些东方的一些道家思维在里面。是。那下一张这个是更直接的，这个就是我家后面很多野草，那野草跟石堆，这是就是很小的一个景，但是我觉得可以用水墨来表现啊，这些景不一定是要一个很大的景啊，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一个小地方，我们没有很高的山。这也是，你要是现场看这个，其实就是一堆石头。但是我觉得我画画的人要懂得去发现美呀、啊。其实一堆石头它也可以是很美的，只要你怎么去取景，怎么去感受它的美。所以其实你就是看了之后有一个印象，对，是从那种印象里面去画的。对吗？我基本上都是现在都是靠印象，那靠印象到最后嘛，就可能还不满足于这些印象，就会想加入一些其他的，比方我们看下面的一些就想让石头飞起来。这个应该是天空之石，这个就是看的那个宫崎骏的嘛。是，然后那个石头飞起来很美嘛，就很漂亮。石头为什么不能飞起来？不一定说石头一定是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说这些所谓山水啊，这些它应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啊，不一定就是那座山就在那边，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它其实就结合了你的想象，还有你的现实世界。我基本上是没有不给自己设限嘛，就是各种可能性，各种。可以表达的，可以表现的，或者画了我心里很舒畅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张也是，就是飞起来的石头，就是飞起来的，就我不要这个地心吸力嘛，我觉得地心吸力基本上就是使我们人活得这么辛苦的其中一个动力，我们跳也跳不高，跑也跑不快。就是内心的需要，我要它飞起来。我画了，我开心啊，至少石头能飞起来。那再接下来嘛，就最近也读一些书嘛，就是一些诗集啊，一些当然一直以来有读这些中国的一些诗词。那么也看了，像这个是仓央嘉措的一些诗词。那想。不只是画一个景，又想说借这个景再抒发一些内心的一些共同的悲哀吧，或许，或者是不足，或者是想要的一些怎么讲，不能说是想要，就是一些茫然的东西，
那些就只有在文字里面才能够更好的拿到那个情境，所以我就想把这些文字也用在我的画面里面，那也是一种尝试，算是这几年的一种新的尝试。这几年，对，当然这个又回到以前传统的，就是中国画有题字啊，那我在自己也在尝试它到底结合起来是不是我要的，所以基本上我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一个组合，所以虽然是题字，但是你是想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变成是你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个形式出现？是，对，所以这个还在实验当中。OK， 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后面几年的那个作品，它的颜色又回来了。颜色又回来了，就是从黑白，然后颜色又回来了。怎么解释这个颜色又回来了呢？或许那些阴暗面已经被挖了差不多了，OK， 也希望阳光一点，看到一些颜色，都是自然的，并没有说刻意要求。本来我是想说，像刚才你看到有一张，就是它只是淡淡的颜色，在之前，呀，这张它只是，我只是想在黑白上面淡淡的染一点颜色，但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染下去，我觉得再加多一点会好看一些，那就继续加了。OK， 那颜色本来是我的强项，其实是我很爱黑白，但是这些年几十年下来，其实颜色是我的强项，因为我做了几十年的颜色，所以就很自然的，这些颜色会自然就流露出来，没有什么任何的障碍，基本上。所以这两年你颜色回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决定颜色跟你的图面的图像的那个关系呢？没有去想。有时我甚至是先染的颜色才来画石头，才来做这些景物。有时我是用黑白做了景物以后才上颜色，所以我并没有说规定一定要怎么画，就今天想怎么画，或许我今天完全没有问，我就涂一点颜色先吧，那也是可能的事。我现在是完全放空的心态，就完全不会去设想说应该怎么做先。所以像你刚才说，你说画画的冲动，所以你那个画画的冲动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你要今天是要画一个有颜色的，还是一个黑白的吗？还是说？是要下笔的时候你才知道呢？下笔之前会知道。之前会知道。对，今天想做颜色的，或者想画黑白的。心情总有起伏，心情是决定我想画什么的。就是、情绪对我还是很困扰，但是也是一个原动力，也是必须经过的一个痛苦的阶段。但是我想我活着，我的情绪还会是这样。我本来情绪的波动一直都是很大的，那么我是很容易紧张的，所以我需要画画的时候，基本上我要在一个很封闭的空间。我那个空间其实不算是个好空间，尤其到下午是非常热的，有点像烘炉一样。烘炉的好处是它干得比较快，我可以就是比较快的去完成第二层、第三层这样。所以情绪其实跟你的画面还有你的色彩都是相连的，都是相通的。有些时候，比方说有些人看我的颜色觉得很沉闷呢，我觉得那就是我的颜色啊，当时我就觉得。画了以后觉得这个颜色就是我要的，我不愿意它更鲜艳。这张就挺复杂的，这张用了苏东坡的定风波吧。我很喜欢这首诗，所以就刚好画了这个景，我觉得很配合。这个诗词是后来觉得这个景已经基本上代表了这样的一个情境，我才提上那首诗。这个画面也比较复杂，
这个很复杂。嗯，就像走过一个山林，那么有一些小村庄啊这些。嗯，但这个都是臆想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景。嗯，然后还有那些墨字这样留下来的那种，对，下雨啊，这首诗就写他在淋雨过后的事嘛。嗯，所以那些墨迹是怎么是完成了作品之后就这样很率性的就这样子？呀，就给他留，没有控制，没有控制，我就把那个纸拉起来给他留。嗯，因为这张有六尺嘛，这张挺大的，像我甚至我看不到他怎么留，因为他的我在这个画的后面，我把这个画提起来是他前面在留，所以我看不到他留到哪里了，就留的差不多了，算了，放下来看看，那还可以。你怕不怕毁掉那个画呢？我毁掉了很多画，毁掉很多画，基本上也习惯了。哦，所以万一毁掉也没关系。有没有毁掉了然后觉得特别可惜？曾经有啊，也有了，但是我觉得那是自然的一部分了。我既然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做，那么就要接受它可能的失败。我觉得这也是乐趣的一种啊，就赌徒心态嘛，就再赌一把。他留得好就很好，留不好就算了。OK， 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是就越赌越大。越赌越大了，现在赌到有三米的。越赌越大 ，OK。就讲到说做这个，讲到说三米就是做大画嘛，就是我在承接项目的时候，给我很大的一种创作的信心，因为那些项目很多都是五米、八米的那种大项目大画，我也做过十几米的大画，所以那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可以做大。但是我觉得我的 range 挺大的，就是我也喜欢篆刻，篆刻就是超小的，所以我可以从一公分玩到十米，我都可以在玩。我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给我自由的浮荡吧。嗯，我们再看下一个，这是它的局部，对。嗯。啊，然后呢，也会不满意某些画面。其实这张我已经画得完成了。嗯，但是我总觉得不到位，不到位，不到位，我就想要怎么样使它，啊，基本上颜色我是很喜欢的，我想我还不舍得丢掉，就看看怎么去处理。我想要是用丝，因为我看过一些纪录片，就是这些古画修复师，或者这些在博物馆里面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会把一些很残破的话粘在另外一张纸，然后在那个纸的旁边再做一些记录，啊，那边缺了什么啊，缺了哪一个字啊之类的。但是那个形式很迷我，就是说我觉得哎，这个形式很漂亮，因为它有一些人工的温度在里面，你撕了以后哎，又再重新想要拼回它，但是有些裂痕是拼不回的。那拼不回怎么办呢？就保留这个，比方说日本的叫他们的金扇技术嘛，也是这样，那个裂痕就保留那个裂痕，但使那个裂痕变成一种美。我觉得哎，这有点意思，所以这个是原作那个思维，就我保留这个裂痕重新排列，然后也把这些旁边就是这些修复师他们的一些记录的这种形式也带进去。嗯，但是我就整张题的字嘛，就是想要传达一种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是仓央嘉措的诗词，就是一种无奈嘛，生命里面的一些无奈。嗯，所以到最后做到的就是重新把画面再分解，下一张就是这个镜镜嘛，就是其实像镜子，一个破碎的镜子，它在反照反射一个景的时候，它还是破碎的。但是呢，我们人看的人能够自己把它组合成一个景，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使
怎么讲，看的人有更大的一个参与空间。我觉得这是可以再发挥再发展的东西。我们的思维其实是我们的念头是一段一段的组成一个想法，那我们的视觉经验其实也是一段一段的，我们自己去把它组织成一个画面。这是我所理解的，那么用在这样的一种画面处理。这就是你一开始画的时候就想要这样处理吗？还是这张还是还真的是想要撕，但是撕我又不想用手撕，所以这张还撕得比较整齐一点。就想到这个碎片的一个组合方式。那我们刚才看的这些作品，如果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对水墨可能还比较陌生的，他们如果想问你说，哎，我要怎么去欣赏一件水墨作品呢？怎么样才算是一件好的水墨作品呢？这么大的课题很难谈。你觉得你会怎么教他们去就是看一件水墨作品？我会叫他们用心去看一张画，我不会说怎么去看一件水墨作品。因为我回到我以前小时候，我看到一张挂历上面的画，我就觉得是一个经验，我就这么爱一个画面，可以对一个人产生这么大的一种震撼。所以每个画面对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吸引力，一种感觉。你要是对那个画面有一种经验的感觉，会一种说想要去理解跟深层的去了解的，那个我觉得那张画那个画面对这个人它就是重要的，它就是有意义的东西。所以而不是在好坏，我现在很难去评定，甚至我自己很难评定这张画对我来说是算是好的吗，它是真正完成的吗。有时我会认为，比方到现在支持我的 wabi-sabi 还是一个重要的，就是你不一定是要把它真正完成的很完美，但是它可以保留一些未完成的一些缺陷，但是那个东西不一定要补足，每个人会用自己的思维自己的角度去补足它。就是我认为一个好的画面应该是给看的人观众一些参与的空间，它不应该是满的，它应该有很多的路线可以让这些看的人自己去完成它。因为最后的完成是在观众而不是在画家，我们是建了一条桥，他们要怎么走过去，他们看到怎么样的风景不是我们决定的。那我是在我的本位我完成了这条桥，我觉得那我满足于我做好一条桥，那观众我不想左右他们怎么看风景，就是他进了画面以后他看到什么他享受到什么，我觉得他们应该有绝对的自由跟把握。要是说一个画面能够给他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那是一张好画，不管是不是水墨画。刚才我们这样子聊，然后我就觉得说你的创作就是经历了从就是80年代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一样很长的一段时间哦。你觉得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艺术创作或者是水墨创作的这个环境有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我认识的水墨最早的就是施湘陀老师嘛，然后也在萧涛了解了一些基本的这些水墨知识。那么我觉得在70-80年代老一辈的这个水墨画家已经奠定很好的基础，比方说陈文熙先生、施湘陀先生，他们已经说我们既然在这个地方定居了，然后就应该以这边的景物为一个表现的一个题材。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下来都是往这方面去发展。
那么后来的整个画坛的一些变化，新加坡的发展已经不再于局限于画一些具象的东西，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发展会往更广的，那么可能会有更多西方的一些美学理论会介入，所以我相信水墨可能将来会发展到一些属于比较装置艺术方面的，或者是一些虚拟状态的，也不一定，可能是我相信虚拟的情境在未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一方面我想是下一代人他们应该会去研发或者是探讨的东西。那以纯粹画面来说，我觉得要是我们把水墨画定位在传统的一套看法，就是一定要有笔墨，一定是在宣纸上，那一定要有某些意象的表达，我觉得那不是太乐观的，在将来它可能会越来越窄，走的路会越来越窄。但要是我们把水墨定位在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媒介，它可以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它可以在任何的一个界面上去传达他们所要表达的一些思维或者是画面，我觉得那是无限的，那是很乐观的，水墨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本身是往这方面去想。像你们肖涛就是也做了很多这种在年轻人当中推广这个不管是水墨啊篆刻或者是书法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你有从就是你的这些推广的活动里面看到一个就是像新加坡就是这个未来的像有这样的一些接班人吗？当然有新的年轻人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的环境基本上就决定了他们能走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大部分工作或者是家庭他们将不太容易说完全照自己的心意去发展。但是我还是乐观的，总是会有吧，就是所以可能会出现，就像你自己本身一样，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大家还是要为家计而对而忙，确实这个是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都避不了的。要是没有一口气在，那怎么可能做自己想做的，所以你还得吃饭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自己心里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么能够放下多少的一些世俗的一些要求，走自己心里的路，那是完全个人的造化了。这我们不能要求，也不能要求说其他的未来年轻人是往这方面，不一定，他们有他们的思维。那水墨对他们的意义，或者说水墨精神对他们的意义，跟我们可能会不太一样。水墨可能他们印象中只是黑白，或者是可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还是有一群，就是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因为我们想象中我们会觉得就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环境很困难。对，确实很困难啊，确实。当然因为我们还是基本上有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都是华人，还有这一方面的一些联系吧，或许还不太陌生，不至于完全陌生对水墨。但是说真正去了解水墨，我相信也不太容易，在我们这个环境我们还是受西方的影响多了一些。但是我想东方的美学一些精神一些要求还是会继续的延续下去。因为毕竟
自然就包含了一切，我们逃不过这个东西，不可能是以人为去改变整个自然的运作。所以什么东西最能够切合自然，然后怎么样的一种表现形式能够传达出这样的一种美，我相信它就会存在跟发挥。好，那我们谢谢财和，谢谢。